大家好，我是主播小张，欢迎各位点赞关注，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谢谢大家。眼看边境局势越来越紧张，中印双方为了维护地区稳定，所以举行了第三次谈判。根据《环球日报》的报道，中印双方一致同意将分批次组织一线部队脱离接触，切实采取有力措施，促进边境地区局势降温。 随着这一消息的发出，中印边境紧张局势得到稳定的前景开始变得明朗起来。但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总是有人想要破坏这来之不易的结果。根据《印度时报》七月三日的报道，印国防部已批准从价值三千八百九十亿卢比的多项武器采购计划。不仅如此，在月底之前，印空军将会获得首批六架法国阵风战机。 刚谈判完，印度就如此大肆购买军火，着、就、实、是、一下子让人猜不到印军的想法。根据战机世界网站的报道，印空军预计将最晚七月二十七号获得首批六架法国阵风战机。原本按照原计划，印军第一批接收的阵风战斗机数量应该为四架，但在印方的特别要求下，交付的阵风战斗机数量从四架上升到了六架。 作为第三代半战斗机，阵风是一型双发三角翼高机动性多用途的战斗机。该机型的最大优势是在于多用途作战功能的全面，让它可以同时兼顾海洋和陆地，在空战和对地、对海的战斗中都具有十分强大的战斗力。由于其优异的性能，阵风和欧洲台风以及瑞典萨博 JS 三九并称为欧洲三雄。 单价达到六千万欧元的阵风战斗机，挂载了十四个外挂点，机上搭载的流星远程空对空导弹，可以打击超过一百五十公里外的目标。如此强大的打击能力，足以满足印空军现在的要求。印空军现在的指导方针就是重量而不重质，只要能在短时间内将空军提升到一定的战斗能力，印空军就算是完成了目标。 为了掌控阵风战斗机，印度早已经向法国派出了第一批飞行员。直至今日，这七名飞行员已经完成了全部的训练课程。而印方的第二批飞行员将在疫情放松后，也将前往法国进行培训。阵风战斗机到底能对印空军有多大的提升？能不能对抗其他的四代甚至于五代战斗机？根据法国工程师的说法。 法国阵风战斗机虽然性能优越，已经几乎可以达到准四大机的水准，但如果想要和四大机对抗，还是有很多不足之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阵风战机虽然是三代机当中的佼佼者，然而代差却是一条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从机动性能上来看，四大机的机动性能显然不会比阵风差；从作战性能方面比较，阵风还差得非常远。 熟悉四代机的人都知道，四代机拥有超视距作战的能力，其隐身性更是阵风战斗机无法比拟的，并且无论是航电系统还是火控系统，四代机使用的技术都远远超过阵风，四代都比不上，五代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这次的阵风战机只能算是来给印空军凑数量的，而不能对其有质的飞跃。但即便如此，印方还是觉得自己已经在空中占据了主导权。 莫迪还突然就跑到了中印边境的拉达克地区进行访问，也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信心，赶在谈判后再次回到焦点地区。对此，张召忠评论说：“杀了个回马枪，不管是不是回马枪，他的这个做法就是在有意激起冲突，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做法，印方可能要为此付出严重的代价。” 莫迪近日不顾中方反对，突访中印边境地区，视察了驻扎在列城的第十四集团军。显然，这是莫迪的一次作秀表演，意在稳定军心，同时安抚国内沸腾的民族主义情绪。莫迪在发言中称赞印军给对手恰当的回击，彰显了英勇气概，还放言印度军人的血不会白流。但话锋一转，印度总理却暗示要通过外交渠道来解决争端。 在之前的讲话中，莫迪就亲口承认，没有人入侵印度领土，也没有人占领印军哨所。更令印度国内民族主义分子失望和愤怒的是，莫迪在最近多次讲话中，连中国两个字都没有提到，更多的则是教育印度民众要隐忍，甚至一度大谈佛经。凡此种种，都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莫迪强硬背后的真实用意，还是想尽量避免发生局部战争。 因为他十分清楚，抵制中国制造的运动已进行不下去。若再任由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蔓延，令边境燃起战火的话，那么印度将面临被毁灭的深渊。而中方早已就此问题表态，外交途径才是印度最明智的选择。七月五日当天，王毅与印度国安顾问多瓦尔相约进行了首次外长级电话会谈，时间长达两个小时。 中方对外公布的消息称，双方进行了真诚和前瞻性的交流。按照对外交语言的分析，在笔者看来，真诚交流的意思是中方已经把好话说尽，而前瞻性则意味着把丑话说在前面。自今年五月中印边境对峙以来，双方进行了二十多轮谈判，从现场指挥官级别一直谈到军长级，印度总是一副只说不做的态度。 此举只能不断消耗中方的耐心。按照印媒的说法，印军开始从加勒万河谷、班公措湖以及基阿姆温泉三处发生摩擦地点开始后撤，并拆除了一些此前搭建的临时哨所和建筑。印军发言人称，双方军队开始沿实控线按照相同距离建立缓冲区，真正的开始实施分批脱离接触的协议。由此可见。 中方在电话中对多瓦尔说的相当透彻和直接。印度方面已真真切切地认识到，若再纠缠下去，印度一点好果子都吃不到。况且前面已经分析了，莫迪摆出强硬架势是给军方台阶下，也是为了平息其国内沸腾的民怨。战争绝不是莫迪的第一选项。至于四处求购先进武器、向边境增兵数万人的举动，更多的是担心解放军沿1962年的路线发起进攻。 新德里距离边境线只有几百公里，莫迪是真的不敢冒这个险，也说明印度领导人和政客真的不了解中国。中国一直奉行和平发展的路线，可是印度却总是以大国自居，处处和中国较劲，不自量力，无知无畏，被西方忽悠当枪使而不自知。我们只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早日醒悟，不要再在边境问题上再搞小动作。 毕竟，这涉及到两国超过二十七亿人的福祉，关乎整个南亚的稳定。我国在面对和处理与印度的边境问题时，最先的应对措施是和平谈判，本着和的观念，希望不要伤了两国这么多年的和平相处的和气。但印度却把我们把不愿意打仗当成不敢打和打不过，继续不知收敛的骚扰、侵犯我国领土。 后来，中国外交部曾多次与印方严正交涉，提出激烈抗议。由于中国一向坚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有争议的边境的方针，从而从1951年到1958年间，中印边境地区基本上是友好平静的。但正所谓是再再而不能再三，印度一次又一次挑衅，中国不得不在1962年10月18日决定要对印军实施自卫反击作战。 从那一天起，印度将要面对的就是解放军将士们的满腔热血和夺回失地的怒火。一九六二年，中国对印度开战，我国在此战中得到了很多的启示。有一点对于我们非常重要，就连今天都对我国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这就是如何在战乱的情况下为部队提供后勤支援。 对应自卫反击战发生的地方是海拔最高的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山区，战场的平均海拔高度五千米左右。这样高原缺氧的环境下，士兵能够正常生活都很困难。对于我军来说，还算能够应对。但是，以内在偏僻的山区，远离主要道路，在那个落后的年代里，基本上每个国家都不能保证及时提供战场支援。 当时我国却能够为前线士兵提供资源补充，这对后期我国军队建设起了一个榜样作用。在中国人的眼里，中印战争并不激烈，只是一场关乎边界的军事冲突。它的战况并没有朝鲜战争那样惨不忍睹，也不会像中越一样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对于这场战争的发生并没有什么印象。在当时，中印战争更像是杀鸡给猴看。 我军在高原上将印军打得措手不及，不但为中国迎来了边境上长达几十年的和平共处，也让世界各国不再对我国产生觊觎之心。特别是苏联，我国始终坚守和平友好相处的原则，致力于实现国家之间的和平发展。但是，只要涉及主权问题，就绝不退让。一旦侵犯我国主权，那么中国势必进行反击。 中国不会任由他国欺辱，必定倾尽军事力量捍卫国家尊严，保护国家及人民的安全。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喜欢的朋友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